OK，小朋友，现在我要你们一起打开这一本书，白色的，然后青色字的这一本练习，然后打开第27页，练习十四，练习十四的这一页啊。OK，打开后你们就写上你们的姓名以及今天的日期，姓名以及今天的日期。好了吗？好了，就跟着老师一起读 A，写一写，A 写一写。OK，小朋友，你们看到吗？这里有两个字，不一样的两个字。OK，这个呢是铅笔的铅，铅笔的铅，铅笔的铅。第二个字读让，让，让。啊，当有比较小的小朋友跟你抢东西的时候，你们让给他，OK？你们让给他，跟他 sharing，跟他分享，OK？这个这样子你们就是帮小孩了，OK？让让的意思就是给啊。OK，现在你们跟着老师的笔画一起写，撇，撇横，撇横横，撇横横横，撇横横横竖提，撇横横横竖提，撇，撇横横横竖提，撇横折弯，撇横横横竖提，撇横折弯竖。撇横横横竖提，撇横折弯竖横折，撇横横横竖提，撇横折弯竖横折横。OK，这个就是铅笔的铅。等一下，麦克读，看第二个字，点点横折提，点横折提竖，点横折提竖横。点横折提竖横横，这个就是让。小朋友，现在我要你们拿起你们的铅笔，跟着这个虚线一起把这些字写完成它。完成它后，我要你们一起看下面这一边，比一比，涂一涂，比一比，涂一涂。OK，小朋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铅笔还是铅笔盒？这个是铅笔。OK，旁边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是铅笔，第二个是铅笔盒。铅笔还是铅笔盒呢？小朋友，这个对了，是铅笔。OK，所以你们在旁边打一个小勾勾，然后等一下你们帮我给它涂上颜色。OK，把这两个字帮我涂上颜色。OK，小朋友，现在一起打开第28页，二十八页。C 查一查，C 查一查，请在 B 图找出三个不同处。请在 B 图找出三个不同处。OK，我们来观察，用我们的眼睛来观察 A 跟 B 是哪里是不一样的，A 跟 B 哪里不一样？OK，答对了，就是这一边，你们看到吗？啊，所以我们在 B 处这边跟它圈起来，跟它圈起来。OK，小朋友，还有另外两个呢，我要你们用你们的眼睛来观察这一对鸳鸯。他们的哪里不见了？OK，这个就是你们今天的功课啊。OK，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，记得完成你们的功课，拜拜。